郑伊健呢日就出席蝙蝠侠活动，其实伊健都有演过唔少英雄人物，印象最深嘅唔知会系边个角色呢？好好彩就做到一啲大家会有得有共鸣啊，或者有啲到而家都记得嘅角色啦。近日网上面就疯传有内地主办方将任贤齐嘅相认错做伊健，虽然最后发现只系误会一场，但系伊健竟然觉得呢件系好事。好犀利啊，小齐呢个方法，其实我哋有共识嘅，因为我觉得佢多谢佢咧，首先佢谂到呢个宣传嘅方法啦。咁我觉得好过平时咁，我哋做宣传可能好多人都会又系咁咯。咁但系呢个宣传可能大家会有回应啦，或者有一啲咁搞错，咁都搞错，咁但系已经其实系成功咗啦咁样。咁我亦都本身好多谢阿小齐啦，我都好中意嘅，因为佢系一个好开心嘅人。另外，老婆蒙嘉慧嘅生日就嚟到啦，伊健有冇打算为对方准备啲咩惊喜咁咧？冇，其实得噶啦，好满足噶啦。我觉得生日最紧要就系同屋企人食下饭啦，同啲朋友啦。其实平时都做呢啲嘢噶啦，咁系咯，都唔需要特别安排。